下油门，我是最快的。为速度而疯，都要付出代价。杀一个，算一个。我希望在终点看到你们。有些命当初就不该留，就一个，再一个。其实我们很像，最后一场。爸爸是最快的。刘德华，一个赛车手就应该跑到最后一个。宿命到未来电影台雕塑上映。